原神中你第一次听错的语音是什么？有的真的可以笑一百年。可莉，钱都给你炸完，抽可莉的时候就是觉得她太萌了，结果放大招的时候来了一句钱都给我炸完，但是其实这句话的原话是全都可以炸完。钟离拒收并蓄，在钟离放技能的时候会来一句拒收并蓄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其实钟离说的是成语拒收并蓄，意思是说把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收存起来。拒收并蓄。温迪，别想投胎哦。就算你没有温迪，那你肯定看过这个表情包，这是温迪大招时说的台词。别想逃开哦，因为发音比较相似，被很多玩家听成了别想投胎哦。别想逃开哦。客勤，见官如我，斩尽牛杂，这个梗大家再熟悉不过，被大家玩坏了，各种整活名场面已经不堪入目，导致现在客勤放大招我都得想一次牛杂的味道。见官如我，斩尽无杂。奥兹吐了，菲谢尔放技能后奥兹会有一句台词，很多玩家都听成吐了，你们放慢速度听一下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你听的是什么？